副总统赖清德之前宣布参选民进党党主席，不过由于在七号他确诊了新冠肺炎，虽然目前已经快筛阴，不过仍然在自主健康管理期间当中，因此目前最新委由前文化部长郑丽君在今天上午11点正前往民进党中央党部来代表登记。先带您来看现场的最新的一个状况。让这个梦梦水独家配方起入入睡关键，舒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，让你身心达到放松。当中有茶氨酸调节情绪，增强抗压能力，还有德国洋甘菊萃取物可以疏解焦虑，帮助睡眠。睡前的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，白桃风味，酸甜好喝。